2021年，中国北京。于教授，喝点水吧。啊，谢谢，谢谢。李教授，李教授，百岁生日快乐！哦，谢谢，谢谢。李教授，我们呀要先给您一个惊喜，待会儿到了礼堂再正式给您过生日。您看，哦。印尼妈妈，教授，我们想你了。教授妈妈，你过生日，我们是想你了，祝福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李妈妈。这些都是我服务过的乡亲。李妈妈，祝你生日快乐，健康。李奶奶，祝你生日快乐！看到他们能健康的、正常的生活，我比什么都高兴。您和医疗队当年去村子里的时候，麻风病是让人恐惧的恶疾，是绝症。当时村支书不让我进，他说麻风病要是能治好，水牛角都能扳直。后来你们把全村所有麻风病患者都治好了。那只是和麻风病做斗争的一次胜利，应该说是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经过无数医者们不懈的努力，中国终于可以向世界宣布，我们战胜了几千年困扰人们的麻风病，实现了以国家为单位基本消灭麻风病的目标。真了不起。在古代，麻风病是绝症，想要治愈是几乎不可能的。有治愈成功的，在唐朝药王孙思邈，在他写的备急千金药方里有记述，曾经治愈过麻风病。麻风病在当时被称作厉风。晚辈拜见孙公。我身患厉风之症，恳求孙公救治。过来吧，让我看看。世人见我皆视我为不祥之物，避之不及。孙公您过来，医家治病若瞻前顾后，自律吉凶，呼吸生命，怎么治好病人的病呢？你能在这里住一段时间吗？晚辈叩谢孙公大恩。哎呀，快起来，快快请起啊！我们做医生的没有恐惧。前辈大医孙思邈面对厉风之症无惧施救，大医精诚，成为后世医家攻克麻风病的精神动力。他跟您一样都是长命百岁的大医。百岁医生李环英，百岁药王孙思邈，两人相隔1300多年，却都为医治麻风病倾注半生心血。两人都用一生去践行大医精诚之道。大医精诚是备急千金药方中所列中医学伦理的基础。今天在典籍里的中国，就让我们一起识读中国医学史上最早的医学百科全书，也是被世界医学界誉为人类之至宝的备急千金药方。
打开典籍，品读中国，欢迎走进典籍里的中国。我是王佳宁。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一把钥匙。唐代孙思邈所著《备急千金药方》开创了中国医药学史上多项先河，更是深深影响着自唐至今中医药学发展的脚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识读《备急千金药方》，点亮光明，汲取力量。典籍里的中国由高品质的光明乳液独家冠名播出，清香汾酒匠心品质。典籍里的中国由青花汾酒独家特别呈现，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格力电器邀您读中国典籍，品智慧人生，好电器格力造。典籍里的中国由王老吉赞助播出，王老吉陪你凝聚先贤智慧，传承生命经典。植物不易，读书有底气，感谢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赞助播出。三位老师好，欢迎来到典籍里的中国。同时今天出演的演员们也在官访间与我们一起来聆听专家老师对于典籍的解读，欢迎他们。在刚才的开场戏剧当中，从百岁药王孙思邈到百岁医者李焕英，从古至今有无数的医者在为攻克麻风病做着种种的努力。最早关于麻风病的专篇论述其实就出自于孙思邈的这部《备急千金药方》。如何理解《备急千金药方》这个名字呢？孙思邈讲啊，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得于于此。说人命啊非常的珍贵啊，比千金还贵。那如果有一剂良方能够救治人的性命的话，那他的功德也会重于千金，所以就叫千金药方嘛。那前面为什么还要冠以备急二字呢？是因为中国古代啊，这个医方是散乱的，老百姓真要用到的时候往往根本就找不到这些医方。孙思邈就想呢，我怎么样把这些药方汇聚到一起，把它整理出来，这样老百姓只要拿到这本书一看，就可以救一时之需。这就是备急千金药方的来历啊。明白了。那么这本书都讲了哪些内容呢？备急千金药方是一部综合性的临床著作，全书共30卷。第一部分呢是总论，包括医德、本草等。第二部分呢是施治的方法，它的分类啊很接近现代医学，比如说有关于妇科的妇人方，有相当于儿科的少小婴儒，有相当于五官科的七窍，还有呢类似内科外科这些内容。另外还有关于解毒急救、食疗养生、针灸等内容，总共200多门，和各种方论呢5300多首，可以说啊，是继自古之唐的中国医学之大臣，而且他的很多想法啊，跟现代啊医学呢是相契的，具有前瞻性。这部书呢，是把《大医习业》《大医精诚》放到了开篇总论的位置，也意味着在孙思邈的心中，医德是非常重要的，对吗？对，《大医习业》讲了成为一个医生，学习什么样的书，跟谁来学习。对，在大医精诚里面讲了一个人的医德的问题，习完业以后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好医生，就是在精和诚上下功夫。精就是我们做一个医生最重要的，要医术精湛，博及医源，精勤不倦，要不停地读书，不停地学习，不停地实践。诚呢，是我们作为医生要有一种高尚的品质，你就要以病人为中心，大慈恻隐之心，这是我们说医者仁术的人的最重要的一个要求。大医精诚是中医学界最早论述医德和怎样习医的名篇，大医精诚也成了我们的一个祖训了。作为一个医生来讲，不管中医和西医，都要把我们的德作为第一课的修行。大医精诚这也是孙思邈践行一生的。没错，备急千金药方啊，在总论之后
首先写到的就是妇人方，然后是儿童方，然后才是那些其他的病症。孙思邈是这样说的嘛，故今四方先妇人小儿，而后丈夫其老者，则是重本之意也。就是我为什么要把妇女和儿童放在成年人和老人之前呢？那是尊崇本源呐。若无于小，足不成大呀。没有小孩哪来的大人呢？对，因为有妇女才能生养孩子，有孩子才能长成大人呢。孙思邈首先提出要独立的设妇科和儿科，这个对于我们中国妇科和儿科的独立化发展和后来整个中医学界在这方面的进步都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在1000多年前呢，孙思邈就大声疾呼，而且身体力行，让人们重视妇幼健康，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嗯，可以说贝吉千金药方给后世留下了非常非常多宝贵的经验、精神还有知识。有这样一句评价说，它妙尽古今方书之要，但其实它不仅仅涵盖古今，也包罗中外。是这样的，孙思邈记载了一系列通过丝绸之路进到国内，然后呢变成了中药来服务于人健康的医药和药方。一些药呢当进到中国的时候不是药，是香料，孙思邈居然把它变成药了，而且在许多疾病上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是中西的交流，中西的结合。贝吉千金药方在唐代出现呢，它的历史条件呢，和大唐盛世啊，大一统的这个时代啊，都有关联。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呢，给中外的人员呢、医药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其实东亚文化圈也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中国那时候也对东亚的医学构成很重要的影响。隋唐时代的医学融合了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国家的优秀成分，居于世界的前列，成为当时东方医学的中心。这是在开放包装唐朝才出现的现象，贝吉千金药方就是在这样特定的地理条件下产生的。嗯，感觉就像一个坐标一样，纵向贝吉千金药方收录了古今，那横向收录了中外数千种的药方还有药材。孙思邈被誉为药王，历史上有很多关于他的著述还有传说，那实际上他本人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孙思邈呢绝对是一个传奇人物，他的年龄就是个传奇呀。现在对他年龄的记载是多种多样的嘛，最小说到101岁，最大说到173岁，当然呢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是101岁，这是极其罕见的。对，孙思邈呢是一个小神童出身，说他7岁就学日诵千余言，一天能背1000多字。可是这小神童身体不太好，小时候就老生病，为他看病啊家里几乎是倾家荡产，这就刺激了他的这个从医之志嘛。18岁就开始立志学医，然后就遍求医家，遍寻药方，博采众长，到20出头的时候就成了一个有造诣的医者了。孙思邈应该说在他行医的几十年的过程中有所积累后，想写一部书能够让家家都能够学到，每个人都能够了解我们救命的一些技术，所以说他把唐医前的医书寻找了一个遍，复习了一个遍，然后再根据自己的经验创制了很多他自己的方药一方，成了贝吉千金药方。感谢三位老师与我们一起识读这部书。那么今天在典籍里的中国的舞台上会怎样演绎孙思邈和贝吉千金药方的故事呢？我们一块儿去点读会看看。大家好，欢迎来到典籍里的中国点读会，我是当代读书人撒贝宁。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一块儿去识读的典籍是唐代孙思邈所著的贝吉千金药方。那么首先请几位为大家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吴振宇，我在戏剧里面饰演的就是孙思邈。
我是演员王森，我饰演的是虔诚。我是典籍里的中国总编剧张坤鹏。围绕着孙思邈这位百岁大医，一个传奇人物，然后再结合他的这部典籍著作，我们是从什么样的角度去展开这个故事的讲述？孙思邈啊，是我国伟大的医药学家。在节目组跟专家组反复讨论之后呢，我们了解到孙思邈一生当中多次受到病痛的折磨，所以说他对老百姓对良医良方的渴求呢，有着一种切身的感受，所以他才倾尽一生的心血要去著述医学典籍。我们将孙思邈的这些人生故事跟备急千金药方千金一方两部典籍的内容有机结合，讲述了孙思邈求方急方传方的传奇一生。同时我们也艺术化的创造出了一位虚构的人物徒弟虔诚，并且将两人的师生情贯穿戏剧的始终。刚才您还说到有个千金一方，经考证孙思邈是20岁从医，然后40岁的时候开始写备急千金药方，写了30年。孙思邈古稀之年看到了失传已久的张仲景留下来的伤寒论，然后又发愿要根据伤寒论再综合其他的内容再写一部典籍，终于在100岁又铸成了千金一方。可以说千金药方和千金一方相互辅助，形成了他的医药的著作体系。孙思邈真的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吴老师，您对孙思邈这个人物做了一些怎样的了解？其实我最感动的两句话，这孙思邈说的人命既重有贵千金。孙思邈把民间的各个药方收集，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工程挺庞大的。我觉得他100岁好像就是没停止过贡献。我小时候很怕去医院，我妈的永远都是抓一些他懂得草药啊，照顾我，所以也感谢孙思邈，我妈妈也能学到一些中医药材啊，照顾我到现在。所以孙思邈一直照顾到千年后世，照顾到我们身上。备急千金药方的开篇提出了大医实业，大医精神，他践行了一辈子，是当之无愧的大医，更是一个大爱之人。备急千金药方，5000多个方子有孙思邈创造的药方，但是更多的也有查阅典籍，包括去民间求医问药寻访来的药方。所以王森在这部戏当中饰演的这位虔诚，从小就跟在孙思邈身边。是的，我饰演的虔诚其实是众多曾经受到孙思邈帮助的人的一个缩影，同时他作为孙思邈的徒弟，他也是传承孙思邈大医精诚精神之人的代表，也是至诚至善大爱无疆的医者中的一员。其实孙思邈在他这部著作的序当中也说明了自己为什么要为自己这部典籍起这样一个名字，而且他的这一番讲述也在后世不断地被医者所引用，成为了一句医学界的名言。我接下来呢也想请吴振宇先生为我们诵读一下这句话。人命既重有贵千金，一方治之得愈于此。在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药方首卷的大医精诚中，他也对人心人数四个字做了他自己的表达和阐述，直到今天为止，这番论述仍然是现代医务工作者的道德准则和行为准则。我们齐诵一下这一段：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师，愿心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虔诚见证了孙思邈完成备急千金药方的全过程，他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希望我所饰演的虔诚可以带领观众去更好地解读孙思邈先生。
我们通过这本书啊，感受到中国历代医者先贤们那颗大医精诚的医者仁心。希望观众可以通过我饰演的孙思邈走进《背急千金药方》这本医书。乡亲们，这石碑上刻的呀，就是大家常用的方子。哎，不止药方，我们还刻了种植药材的方法呢。孙公，这些哪是石碑呀、啊？这些是十大医呀、啊。对，应该叫十大医。孙公，孙公，孙公，快快快！孙公，孙公，快，乡亲们，孙公，您看。这是今年收获的第一批枸杞，还是钱公教我们种的、啊。对，种得很好啊。各位乡亲，师傅说过，你们种的草药呀，若有收成，都可以拿来，我们照市价收购。好啊，好啊，好啊！谢孙公。二位师弟，帮着乡亲们一块整理。来来来，生活在隋唐时期的著名医学家孙思邈，为了解决当时百姓缺医少药的问题。奉献一生，他用了一生的时间收集整理各种药方，写成了两部著名的医学典籍《背急千金药方》和《千金一方》，后世人尊称孙思邈为药王。据传孙思邈曾经把百姓常用的药方刻在了石碑之上，广泛向世人传播，百姓都管这些石碑叫十大医。孙公，这些十大医好啊，我们得去仔细看看。对，是吧？对对对对对。对啊，你去为乡亲们讲一下哪个方子对应什么症状，别让乡亲们困扰啊。是，师傅。嗯，好，先生请。走，乡亲们，走。晚辈。拜见先生。啊，你也是来抄药方的？晚辈不是来抄药方的，先生的《背急千金药方》30卷，晚辈都已经拜读过。看你的衣着，你是从远方而来的？晚辈叫撒贝宁，的确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特来向先生求教。请坐吧。谢先生。撒君，想问些什么啊？我们都知道先生您20岁开始从医，到70岁之后写成了《背急千金药方》，然后从年逾古稀时候开始撰著《千金一方》，到100岁乃成。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毅力，能够让人耗费一生的心血去写就这样的医学著作？撒君生过病吗？当然。所以疾病之痛人人有感，而我呢，已经活了100个年头了，我生的病肯定比平常人多得多。这药方怎么这么贵呀？王医师，我求求您了，求求我家苗儿了。这不是给你开了药方了吗？
这药方太贵了，我要给孩子治病，把家产都掏空了。我们吃不起这么贵的药啊！苗儿，王医师，我们家苗儿，他七岁就入学了，过目不忘，是远近闻名的神童，您得救救他，开个便宜的药方吧。给孩子看病的方子本来就少，我只会这一种方子呀，我也不敢乱开药。爹娘，我不治了。治，把家里的积木地都卖了也得给孩子治。这是什么？说，你不读五经读医书做什么？叔公，我不想做官，我想学医。孙思邈，你父母亲去世以后，要不是族里人供养你读书，你早就饿死了。我做医师治病救人，刚好可以报答大家对我的恩德。报答？你这叫报答吗？士大夫皆以医家为耻，你聪慧过人，理应做大官，光宗耀祖，这才是报答。叔公，我幼时多病，耗尽家财，而父母生病时，我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相继离世，我无能为力。叔公，我此生立志做一名医师，把每一个病人当成至亲之人来救治，让这世上少一些病痛，少一些遗憾。随你去吧。钱大哥，我来了，咱们走吧。孙医师，你的手怎么了？我剁掉了。昏君杨广，又是打仗，又是辛劳役，把我的大儿子、二儿子都抓走了。我想守着这个家，等他们回来。有人教我剁了手或脚，叫扶手扶脚，就不用被抓走了。把自己手斩断，却成了扶手扶脚，这世道让百姓怎么活呀？过来，我给你换个药吧。孙医师，钱大哥，钱成，跪下。您是个好人。您给百姓治病尽心尽力，甚至不收钱财。千成从小母亲难产去世，名字也是后来您给起的。我求您，您把这孩子带上，让他跟您学医吧。那有人，放出他们。苏医师，快，他们又来抓人了，你们快走啊，放出他们。啊，这两种药是外敷的，你一定要记得换药。快快，这钱留给你。孙医师，好了，孩子，我们走吧。抱住他们，快跟孙医师走。爹，我不想走。不走，想跟爹一样剁了手吗？快走啊！爹，我
快走！为了躲避乱世，我带着成儿到山中隐居，期间我读经典《岳武方》，梳理自己十余年的行医经验，所以这也为您后来写《备急千金药方》打了一个很坚实的基础。那段时间我在山中就广采草药，亲尝亲试呀。隐居十数年，终于等到了大唐盛世。大唐盛世那时候和各国的文化交流非常繁盛，而且我们知道八方物产齐聚长安，对，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促进了当时医学的发展。那时候长安城中一片繁华，但是我就喜欢医学嘛，我就在长安跟各地医家广泛交流医术。后来太宗皇帝召我到太医署授课，师父，来，您坐。师父，您身患热力之疾，在家中几度腹泻，还几度晕厥，幸好您调了这个药。师父，今日不如不去那太医署了，我们回去休息吧。休得胡言，今天是太医署新招医学生授学的第一天，皇上命我给学生讲课，我怎么能不去呢？但您的身体……走吧。坐，诸位都是新入太医署学医的学生，诸位可知医者习业需要学的是什么？学本草，食药行而知药性；学明堂图，观其图而辨穴位；学脉诀，知四时浮沉色滑之状。还有呢？还需熟读《素问》《黄帝真经》《甲乙经》和《脉经》。诸位说的都很对，诸位生逢大唐盛世，还有幸入太医署为学生。太医署啊，是大唐医术和诸国的医学医术荟萃之处，也是我大唐为天下苍生培育医之大者之所在。各位既然来到这里，是否更应以大医习业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呢？大医习业，孙公，何为大医习业？孙公给我们讲讲大医习业吧。是啊，孙公。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真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后》《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及先贤医家的诸部经方都要读，但又不可仅止于此。请教孙公，还需学什么？还需涉猎群书啊，若不读五经，哪知道有仁义之道呢？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读事则不能默而治之。作为医者，还需对生命具慈悲之心、敬畏之心，如此方能通达天地浩生之真意，
足运岐黄治疗之技巧，医道无所治碍，尽善尽美矣。孙公所说如醍醐灌顶，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笃事则不能默而治之，不读诸子笃事则不能默而治之，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笃事则不能默而治之。我华夏医术源远流长，人得万物之灵而生，与天地相参为三，先贤为求养生疗愈，古旧寒灵之道，为功颇多。我遍尝百草，辨识其性味，欲以百草养黎民生灵之命，疗众生疾病之苦。神农尝百草，以身试药，开华夏医术本草之先河。我轩辕氏指诸侯之征伐，还黎民之太平，为苍生求医药，为天下立医官。轩辕皇帝命岐伯为医官，为华夏医家之祖。我善识医术，为皇帝太医，皇帝求问治病养生之道，我据实以答。相传远古之人能活百岁，仍然身体灵活，不显衰老。远古时期的人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劳作，乃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岐黄君臣对答，后人据传说而作《素问·灵书》，共十八卷，名《黄帝内经》，为医书之祖，是以医家之术，又被尊为岐黄之术，乃立益生命之道。余宗族素多，相余二百，建安以来不到十年时间，死者三分有二，伤寒直居其妻，敢往昔之沦丧，伤横腰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览众方，为伤寒论和十六卷。东汉名医张仲景广采博宴，乃成伤寒论，学先贤大医，当习其术，尊其道。孙公，孙先生，孙公，孙先生。我已年逾百岁，我生的病比平常人多得多。中年的时候，我得过三次热痢，一次冷痢，都是死里逃生，还得过疔疮之症，痛不欲生。我学医嘛，几次给自己开方，也算死里逃生。这让我更坚信医道是治精治危之事，精准的药方是给病人的希望啊。难怪先生会写下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得于于此。哎呀，孙卿，陛下，你看朕的脚好多了。孙卿，你这针灸之术也甚是高明啊，近来朕的头疼之症没有再复发。哎，朕倒是听说前些日子
你生了一场大病啊，怎么样，这身体恢复的还好吧？托陛下之福，臣给自己开了药，好了。那就好，卿乃国之栋梁，自己的身体还是要好好保重啊。谢陛下。对了，你和真卿等人所绘的明堂针灸图正看了，脉络清晰，一目了然。主要是因为旧明堂图年代太久远了，错误颇多，不能很好的作为针灸的指南。我们的人体经络是循环腹背，无所不至，所以臣与诸位医师做了新的明堂图。朕就是看了这明堂图才知道，人的后背就是经络汇集之处，一旦受了伤，就会伤及到我们的五脏六腑，所以朕决意诏令即刻废除边背之刑罚。陛下仁德，乃我大唐民生之福。要不是有孙卿你这样的大医指明经络之理，我怎么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呢？国如舟，民如水，这百姓实为天下之根本，而这医疗之术就是天下百姓康健之根本。所以啊，这医术就是国本之术啊。陛下重视医术，天下无人不知。陛下曾诏令太医署广纳贤才为医学生，又在各府州开办医学，培养地方的医家人才，这是关爱民生、重视百姓康健的明德之举。纵览尧舜三代至今，在各府州开医学，实为千古未有之开创。其实啊，在朕看来，我做的还远远不够啊。有十几万百姓的抚州，仅靠这二十几名医师，人手还是太短缺呀。朕本想将抚州医家数量广为增加，甚至遍及于县乡，奈何天下之大，国库之资要支撑的事物太多，朕也只能先勉力做到这一步了。陛下对医事思虑周深，实为万民之福。诚如陛下所言，抚州医师不足，医药不全。莫说百姓，即使抚州和边境官员生病，也难以及时善加医治。所以臣有一事恳请陛下。孙卿请讲。臣想离开京城。离开京城？对。为何？臣想写一部书。写一部书？名曰背急千金药方。背急千金药方？对症下药是治病的根本。纵观大唐民间，大多数医家都只能看单科。医家治病有没有更多更准确的药方，这些都是能不能把病治好的根本。所以臣有一个愿望，希望天下医者人人有方，大唐百姓也能家家知晓。有道是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得于于此。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得于于此。此话说得好啊，孙卿。陛下，此举大善啊。不知卿家此事要做多久？为苍生寄药方，
也许会耗尽臣的后半生。后半生。唯我大唐才能有孙庆这样的大义。朕想早日看到这部背脊千金药方，朕要让此书行于大唐民间，利益千秋万世，百姓之康健。臣拜谢陛下。后来为了早日把背脊千金药方这部书写成，我就游历四方，白天给人看病，求访当地名医，晚上整理心得，整理药方。先生数十载如一日著述背脊千金药方，行医求方的路上肯定也经历了很多的艰辛吧。为求博及医缘，医者必须精勤不倦。来来来，把东西往那儿抬啊。老张，老张，你货到了。来来，往那儿走啊。哎，查嘞，县主的人查嘞。各位乡亲们，那些药包上的纸张专门写了适应症。来来，尝一个。小马，哎，刚出炉的客官。来来来，大家都注意了啊，你们每个人都来拿一张这个药方，专治你们的一些小病，比如说虫咬啊，都可以根据这个药方来抓药。散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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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来的游医敢坏我的生意？你凭什么替我们的药摊啊？你卖的都是假药，你凭什么说我们是假药？不要钱就是假药。我这才是好药，包治百病。那里面配的是什么药材？这里边是什么药材？我不知道啊。什么药材？告诉他，快快快说，什么药材？我也不知道。你管我什么药材？都打他！住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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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住手！住手！我看你们谁敢动恩公！我儿子的病，就是恩公的药治好的。你们凭什么说这是假药？就是就是，怎么是假药？我闭上不想活了是吧？好啊，你给我等着，给我等着。好，好，好，王兄，算了，多谢王兄出手相助。没事吧，恩公？啊，这是您托我找的药材。啊，好啊，时间刚好啊。明天要离开这里了，这些药方是根据你们的生活习惯而写，都是治常见病的啊。来来来，我们继续发药。先生，坐。又是我来求取药方了。哎呀，同为医师，您应该知道，自古医家药方不外传。走吧，走吧，走吧。啊，先生，我这里还有些钱，我能
倾囊求取您的药方吗？一个药方，师父传徒弟，父亲传儿子，能养活家中好几代人，您觉得我会卖吗？您啊，就不要坏了规矩，快走吧，先生。啊，大唐一家不得已发展，就是因为大家都捂着自己的独门医方啊。先生，这些都给您，希望您能收下。这些是我这几天为您抄的，希望您收下，好好保存。这包含了不同门类，这得有几百个方子呀。是啊，即便您不给我治妇人病的药方，我也要给您一份，因为我希望来您这里求医的人都有方可治。告辞。申公，您留步。这是家传的治疗妇人病的药方，看起来倒是有些拿不出手啊。多谢，多谢先生，多谢。告辞。原来这方子是这几位药材。哎呀，这么巧妙的方子，我怎么没想出来？哎呀，成儿快点。师父，二更了，赶不及了。徒儿近日一到天黑就有些看不清楚，不敢走快。那白天呢？白天无碍。这是缺目之症，打瞌的都知道，多吃干就好了。你看我这眼睛亮不亮？你看不见，您看，亮吗？果然明亮。走了，二位保重。多谢，多谢大哥。师父，今日又得一方。肝开窍于目，平常多吃肝，对人的眼睛呢有好处，对治疗雀目也有疗效，你回去多吃点肝啊！哎，师傅，成儿小心呐。医生，医生，求求你救救我儿子，他就是被狗咬了而已，怎么还不行了？我来晚了，我来晚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恕我无能。老张，你孩子不行了，快来！老张，儿子，儿子，那个小孩子为何不给他一个机会，给他一个机会长大成人吧。他刚才看我的眼神，我救不了他。为何呀？那么可爱的一个孩子，是无良医。
枉死这般。孙思邈，你一辈子想做良医，结果就是个回天无力的庸医。孩子救不回来，医生，求求你救救我儿子。孙思邈，你就是个回天无力的庸医。是，爸，那个孩子救不回来了。可惜啊，回家吧，师父。啊，圣上驾崩了。师父，圣上，圣上，就是经历了这些事，让我感觉疾病每天都在夺去人的生命，让我更加努力想把北极千金药方早点完成，但真的精力不够，还是到了70岁才完成了这部书啊。先生过千了。哎，今日将备急千金药方授予诸位，望诸位能将书中所载救人之法传遍天下，让天下医者人人有方，让大唐百姓家家通晓，大医精诚。凡大医治病，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补救寒灵之苦，若有急厄来求救者，不得问疾推荐。陛下，孙卿，你的备急千金药方铸成了，托陛下之福，我还在备急千金药方里面写了大医精诚一篇。卿家做得好啊，让天下医者人人有方，让大唐百姓家家通晓，这是朕一直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情，卿家你做成了。即使方成此书，从医之路道阻且远，本想努力写快一点，走快一些，但是最后还是为了让陛下亲眼看到此书啊。哎，这部书
让天下医家看到，让大唐百姓看到，比朕看到更重要。这部书不仅能让世人看到我大唐医学，更能看到医治大者的德操啊！唯我华夏才能有这医学，唯我大唐才能有卿家你这样的医者。人命之中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得于于此。刚才的戏剧当中，我们看到孙思邈辞别唐太宗，游历著书搜集药方，而唐太宗李世民很遗憾，最终没有看到书城，没有见到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药方。其实啊，唐太宗和孙思邈还真是有共性的。唐太宗是做人君嘛，施仁政，孙思邈呢是做仁人，施仁术。我觉得是戏剧这样处理的一个很重要的渊源。唐太宗改律令废严刑，而且呢他还去究医理，那也正是因为有唐太宗孙思邈呢，才得以参阅国家的藏书嘛，丰富了自己的医学知识啊。戏剧之中啊，唐太宗的去世，这是孙思邈的一个遗憾。从唐太宗的角度来讲，他没有看到这样一部代表大唐医学水准的医书问世，这应该也是他的一个遗憾。孙思邈呢，应该是生日隋文帝开皇盛世，他也目睹了隋炀帝的残暴统治，隋朝的灭亡，大唐的建立，唐朝在唐太宗的统治下呢，怎么样走向繁荣？因为唐朝的医学教育还是比较发达的，比如说太医署啊，国家拿金钱来支持城市里的医疗救助，所以我想这也为他呢撰写一部能够惠及百姓。集古今之精华的著作呢，也提供了一个动力啊。刚才的戏里面呢，艺术化的加了孙思邈给太医署的学生上课。孙思邈活了100多岁，但是在他的一生中要他命的病有很多次。一个病是叫痢疾，痢疾不好治，痢疾可以死人的。除了他痢疾之外呢，孙思邈他还长疮，口唇上长过钉，手指上长过钉，这些都是要命的，但是都是运用他自己掌握的医术，一个一个渡过了难关，这就是促使他更加渴望为解除民间疾苦呢留一部书，就是备急千金药方。我是搞急救的，备急千金药方也创造了我们急诊的一个大成。孙思邈当年是周游各地
风餐露宿，潜心搜集流传在各地的众多药方，最后写成了《备急千金药方》，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医学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点亮光明，汲取力量。典籍里的中国由高品质的光明乳业独家冠名播出，清香汾酒匠心品质。典籍里的中国由青花汾酒独家特别呈现，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格力电器邀您读中国典籍，品质会人生，好电器格力造。典籍里的中国由胡姬花古法小榨花生油提供支持，胡姬花只做花生油。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下载央视频 APP 观看典籍里的中国完整视频专享幕后精彩内容。在刚才的戏剧当中，我们看到孙思邈终于铸成了备急千金药方，那接下来的路又该如何走呢？我们一起看戏剧。让天下医者人人有方，让大唐百姓家家通晓，这是一个最美好的愿望，但如果要实现它，您不得不走过最漫长最艰难的道路。是啊。师父，您可真厉害呀。咱们一路从长安到这蜀中2000多里路，您以年逾古稀，这一路不仅向药家推广备急千金药方，还向老百姓推方施药，您真是太辛苦了。哎，我最忧心的是有了药方了，但是还是有百姓吃不起的药，天然采摘的草药数量太稀少，导致药价太贵。等咱们回去的时候，在百草谷种的那一批药应该就差不多了。是啊，唯有变采摘为种植，才能让一些草药的价格降下来，百姓才能有方在手，有药可吃。啊，孙公啊，恭迎孙公啊。诸位好。孙公，方圆百里的医家都来了，闻听孙公来蜀，我们欢欣鼓舞啊。也是啊。诸位，给大家带来一份心意，这个是在下的拙作备急千金药方。千金药方，千金药方，送给大家。千金药方，这就是备急千金药方。听闻此书有5000多种方子，可以让我们医术大为增长啊！蜀中百姓有福了。是啊。其实我此次来蜀有2件要事，其一是为推广这部书，二是想让大家帮忙寻找一些蜀中特有的草药种子，我想带回百草谷里去种植。不知孙公为何要种植药材？历来我们的药材多靠野生采摘，我想唯有靠种植，这样药材的来源才更稳定，价格才更低廉，人人都能用得起。孙公高义，我等便命人多搜集些种子交予您带回。孙公，还是到寒舍休息片刻吧。我还要赶天光啊，麻烦诸位了，告辞了。成儿。师父，等等。立峰，这人得了立峰。立峰，立峰不是不祥之兆吗？我听人说这病极易传染，得了就死定了。咱们快走。走啊，快走，走啊，快走。我警告你，离大家住的地方远点。敢问您是？无妨无妨，您是生病了吗？我能帮您号个脉吗？蜀中医者王玄拜见孙公。王公，数年不见，您这……孙公，在下因救立峰患者不幸染疾，恐怕命不久矣。我这次前来是想将这部家传的《后汉大医张仲景》所著的《伤寒论》
托付孙公。啊，张仲景的伤寒论是王公啊，多谢我照这部书大半辈子，王公啊，您随我回百草谷，我一定尽力把您的病治好啊。王玄，谢孙公。王公啊，我替天下人感激你。就这样，我把王玄带回了百草谷，在那里我收治了很多得痢疯的病人。痢疯是一种千年来人们闻之色变的恶疾绝症，更是我心头的一根刺。我若将它攻克，于我与病人而言都是一次新生。所以您在《备急千金药方》里也写道，凡大医治病，无论病人长幼延迟，必须亲身救治，不得瞻前顾后，自律吉凶，护惜生命。而这些您自己都做到。可是我读完伤寒论之后，我才知道备急千金药方还有所不足啊，因此我就决定将伤寒论的内容融入到我的新书千金易方中，作为备急千金药方的补充。正如先生所说，备急千金药方和千金易方如同羽翼之交飞，相辅相成。我一书里写的话洒君都能背出来了，是先生写得好啊。文儿，师傅，叫大伙儿把药材收了。啊，是，把药都收了，快。师傅，哎，你们二人最近腾抽千金一方，辛苦了，我看看。师傅，这百草谷啊适合养病，经过师傅的治疗，我的痢疯之症好多了。真没想到我能活这么久。来，我看看。是好多了，继续服药吧。谢师傅。师傅，那我们先行告退。好。师傅，您看，这枸杞多好啊！我们完全是按照您写的《千金一方》里所记录的种植方法种植的。不是枸杞，咱们种的那些牛膝、百合、黄精，你看都成功了。我已经把这些种植方法告诉附近的村民了，若是能种植成功就推广开来。好，咱们已经在路口立了石碑，把常用的药方都刻在上面了，我们还要把重要的方法也同样刻在石碑上，这样就能传播得更好啊。这样最好，百姓们啊又有药方，又吃得上药。好，这样甚好啊。师傅哎，师傅
快把药材都搬进去啊！快快把这些药都收了。快！不好，师傅，村民在高坡上种植的药圃不能被大雨冲坏了，我得赶紧带人去把他救回来。那你们几个跟我走，走走走，快快放下。恒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放心吧。住村民刚种下的药苗，他就带着一批人上山，助雷破地，结果被山上坠落的飞石击中，再也没回来。成儿自小跟着我看着他长大，他也陪着我老去。上万里的行医之路，我和成儿就像父子一样，在石碑上面刻下药方和药材种植方法，都是我们两个人想出来的，就是为了让百姓家家通晓，这也是我们二人的心愿啊。先生节哀，虔诚先生也做到了大医精诚。这枸杞终于收获了，真甜呀。大医精诚，这石碑刻得漂亮，漂亮。成儿，我为何那天不拦着你？我不让你去就没事了。师父，这几十年来，您就像我的父亲一样，传我医术，教我做人。如今，这大医精诚传下来了，药方也推广开了，虔诚此生足矣。成儿，你是个好孩子，好医者。慢走。我把这孩子带上，让他跟您学医吧。等咱们回去的时候，在白桃谷种的那一批药应该就差不多了。
村民在高坡上种植的药圃不能被大雨冲坏，我得赶紧带人去把他救回来。成儿，小心点儿。放心吧。两位的深情厚谊，晚辈感同身受。刚才晚辈说，从很远的地方来，其实不是距离之远，而是光阴之远。晚辈其实是来自1300多年后的后世。在我生活的这个时代，先生所写的《大医精诚》四个字，早已深入人心，成为了所有医者人生的信条。先生可愿随我到后室看一看？好啊，好啊。先生，请。请。天下医书，利益天下。天下共修，世代永新。这是谁呀？这是在您800多年之后的明代出现的一位中医药学家，李时珍先生。李时珍先生所著的《本草纲目》及明代以前的本草学之大成，很多的中草药都是他第一次写到了本草书里，比如说三七。三七？三七又叫金不换，我那个时代的云南白药企业就用了三七。后世的医者注重用中草药来植物补益，结合三七、葛根、黄芪、人参等，用来补气血，改善神倦和乏力，补益身体，治愈胃病之时。中国中医药学更续延绵，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做了巨大的贡献。在我生活的这个时代，国家非常重视百姓的医疗健康，很多的疑难杂症已经被攻克，这当中就有一位百岁高龄的医生，他和他的同事们努力了几十年，基本消灭了麻风病。何谓麻风病？就是您曾经治过的痢风。啊，大功德呀！想不想见见这位医生？当然。先生，请随我来。今天是李怀英教授的百岁寿诞，有请李教授给咱们讲两句吧。谢谢大家给我过生日，我心里有很多感慨，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这一生无儿无女，能给患者治好病，是我最大的幸福。大医孙思邈写在《备急一千金药方》里的四个字“大医精诚”，我学了一辈子，也努力做了一辈子，直到今天100岁了，我就把这四个字“大医精诚”送给年轻的你们。谢谢你们，我们会的。先生，这位就是把毕生精力献给中国麻风病防治事业，为中国基本消灭麻风病做出巨大贡献的李怀英医生。李教授您好。哦，我是小萨。马老师好。大家好，大家好。哎呀，之前就说了今天要来看您。谢谢。樊老师，您来的刚好。这位是？哦，我们知道李教授一生最仰慕的就是大医孙思邈，所以典籍里的中国节目组特意把前辈大医孙思邈为您请来了。孙先生好。
先生，请。好，请坐。先生，您请坐。你好。你好。我听萨军说了，您的功绩，李峰兵消灭了，了不起，大功德呀。谢谢小萨，你这份特别的心意。您客气了。在百岁生日这天，见到百岁大医孙思邈，我特别高兴。两位百岁大医，一起吹个蜡烛吧。好，好，哎呀，吹个蜡烛吧。什么吹蜡烛？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啊，恭贺寿辰的一种方式。哦，哎，李老师，您许个愿吧。对对对，许愿。好，让大医京城代代相传。好，也祝两位百岁同乐，一块吹蜡烛吧。一、二、三。李教授，我们还有拍摄任务，我们就先告辞了，您多保重。谢谢樊老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代表百姓感激您。谢谢。多谢大家。孙先生再见。孙先生再见。多谢萨军让我知道了这么多，还与后世医者百岁同乐。我们要谢谢您为后世留下两部医学典籍，更留下大医京城之道。谢谢先生。乐，吹蜡烛，大义京城传承下去了。在戏剧的最后，孙思邈和李焕英两位百岁大医一同庆生，这个画面真的很让人动容。而且孙思邈看到了在后世基本上消灭了麻风病，所以对他来说也是弥补了心中的一个遗憾。真的，我觉得这个戏剧设计也特别好。你看，药王孙思邈，大医李焕英，他们都是把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呀，都是用毕生的精力去救治病患呢。他们这种活到老学到老，治病救人到老的这种精神，也是我们祖国医学界一个非常弥足珍贵的精神传承啊。备急千金药方既是对唐以前我国医学成就的系统总结，又开创了自唐以来中国医学研究新局面，对后世医学特别是方剂学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和贡献。备急千金药方问世之后啊，传到日本，传到朝鲜等国，并在他国呢开花结果，翻译出众多的以备急千金药方为基础的医学著作。如今呢，备急千金药方等传统医学成果啊，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开展人文交流、促进东西方文化互鉴的重要内容。中国拥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和五千年的文明史，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人口
不断增加，文明得以传承，中医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我们要把中医中药老祖先留下来的这份宝贵财富呢，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人命至重，有贵千金，孙思邈敬畏生命，同时志存救济。这部《备急千金药方》不仅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医学经验，更是留下了取之不竭的精神财富。再次感谢三位老师与我们一同识读《备急千金药方》，谢谢。点亮光明，汲取力量。典籍里的中国由高品质的光明乳业独家冠名播出。好鲜奶和优贝，进口双膜低温过滤，保留200毫克每升免疫球蛋白，更多活性营养，加倍鲜活力。好鲜奶，我选光明优贝，不是所有牛奶都含免疫球蛋白。典籍里的中国由王老吉赞助播出。贵州刺梨搭配柠檬，四年级超多维 C 超解腻，超多维 C 超活力，超多维 C 超美丽。四年级富含天然高维 C。格力电器邀您读中国典籍，品智慧人生，好电器格力造。守住每一份安心，守护每一刻美好，品质生活，全天守候。好电器格力造。本节目由植物养有底气的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赞助播出。身体健康最重要，每天多关照，扶持你好吸收，植物不一样，云南白药。典籍里的中国由胡姬花古法小榨花生油提供支持。吃过胡姬花吗？他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典籍里的中国由青花汾酒独家特别呈现，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点亮光明，汲取力量。典籍里的中国由高品质的光明乳业独家冠名播出。典籍里的中国由王老吉赞助播出。王老吉陪你凝聚先贤智慧，传承生命经典。植物不易，读书有底气。感谢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赞助播出。典籍里的中国由胡姬花古法小榨花生油提供支持。胡姬花只做花生油。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下载央视频 APP， 观看典籍里的中国完整视频，专享幕后精彩内容。点亮光明，汲取力量。典籍里的中国由高品质的光明乳业独家冠名播出。典籍之光，传承世代文明。初心之光，汲取优质营养。明日之光，开启崭新一天。点亮光明，汲取力量。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中国古代先民们的生活经验，经历一代代医者的探索实践，凝结成一张张古方，一本本医药典籍，让我们保护好、发掘好中医药文化这座宝库，让有着几千年历史传承的中华瑰宝焕发出新的时代生机。我是王佳宁，下一本典籍我们再会。